这个是2014年画的作品，但是我觉得很适合这次展览，然后我就选了这幅。这个幅作品是一个蒙古族的服饰，它叫布列特蒙古族，把传统还有那个时代感呢、啊，生活很富裕，哎，表现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吧。然后有烈日啊，拿手机自拍呀、啊，哎，这么一个场景。蒙古族传统也很悠久的，我这次尤其来到香港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港，原来也听过耳闻呢、啊、从电视画面呢、啊、有些宣传报道看的也是、很多影视作品里边看的，咱们香港是比较很文明的，很自觉的，素质都很高的，这一点呢跟淳朴的纯基层的牧民是很相像的，他牧民本身就是很潜意识里边就有环保主义啊，比如草场上搭个蒙古包，他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地弄平了，或者是用个酸马杆，蒙古包旁边不都有个酸马杆嘛，然后把那个坑一定要埋掉，是这样的，他潜意识里边就是很保护大自然，素质也很高的，但是他可能说不清楚，但是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，也很文明程度不错的。现在牧民都也使用是高科技啊，基本都在也玩微信呐、啊，也玩抖音呐、啊，都很那个时尚了。现在他生活都好嘛。